今日巫师巫碎了泰森训练视频曝光，已经马上步入60岁的泰森身手依旧矫健，训练时那把仍能看出泰森的速度不减当年。腰闪重击，啪啪作响，这就是来自地狱的战士。而遇到虚心想要求教的年轻人泰森也是不吝赐教，全心全意传授自己的宝贵经验，不愧为一代传奇。